才来做调整，才来做保健呢、啊，明白吗 ？OK，next， 来这位认识吗？这位，是有用 iPhone 的，还是有 iPad 的？看到吗？他的是几岁？2月24号的，24号还有在健康号码里面是有出现的，他是患癌而死。OK， 当然不是所有人有24号就一定有癌症，但是几率比较高。OK， 来，梅艳芳大家都认识了哈、哦，也是赚很多钱了，但是钱没人花了，已经给了别人花了，他也是患癌而死了。因为他的号码里面本身就是有这种癌症号码。Okay, next， 好像这位比尔盖茨的母亲，他本身也是患癌死的，所以刚才他的交际号码是一流，但是交际号码呢也会引起癌症的一种。Okay, next， OK， 健康我们可以预防啊，意外可以预防嘛、啊。意外可以预防哦，怎么预防呢 ？OK， 通常意外会怎样发生比较多？不小心。不小心啊、哦，通常意外都是交通意外比较多嘛，对不对？像你们每个人都有驾车嘛，对不对？嗯。OK， 来 next。OK， 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影星，他就是坐了他朋友这辆车。结果就离开了这世界。OK， 在他号码里面也是很多意外号码，看到吗？也是有30、21、181、37啊，这些如果这些号码如果在车上的话，我可以跟你们讲，意外是很容易发生。OK， 来 next， 还有这个啊，这个也是很有钱的富商来的。真的真有钱啊，但是这辆车变成这样，你讲有钱有用吗？有用吗、哦、如果早知道这样的车牌有问题的话，有知道这个车会发生意外的话，是不是可以避免呢、啊、没有换掉车牌是一回事，自己本身也要去control一下自己啊，不然你每天飞车换什么好车牌也没有用啊、嗯、对吧，因为车牌会影响到什么？影响到我们的磁场，也会影响到我们情绪。因为有一个磁场，它就会影响全部东西。OK， 来 ，next， 这辆飞机无端端会射下来的，看到吗？其实还有很多辆飞机跌下来都有一个根据的，这是其中一个根据，它很多17的，啊，谁的门牌有17号的？有吗？还是谁的手机有17号的？有吗？零一七哦。反正啊，有17号的人哦，啊，通常做了事情哦，都会给人家讲哦，给人家批评的。啊，没有，要懂得用，不是要换。如果你不懂得用，你换什么也没有用啊。017是一个很好的号码啊，因为它是靠口才啊。要靠来讲你才会有成绩嘛，但是017的有哪17号的人，23号啊，89号啊，那种讲话是洗脸皮的，直直的，很容易得罪人的。如果知道了的话，可不可以稍微兜转一下，而不是说哎这个号码不好我把它换掉，这样有多少个好号码给你们拿，拿去了你生的号码出来生不出来了、啊、对不对？ OK next，来 ，OK， 在这边看到吗？这些号码都是成功号码，你们有没有？有吗？成功了没有？为什么还没有成功？都讲成功号码好吗？没有去做，还没有去做啊？还是做了也不能成功？做错了，还有啊？我没有贵人呐、啊，我贵人呐、啊。叫你去找一个贵人，你该跪下去，他就会给你很多钱了。啊，那个叫最叫贵人嘛，那个你要跪着嘛，对不对？还是找一个很贵的人，你看，哎，你是我贵人，现在看着你一下。OK， next。OK，
我们来想一下哈，时间就是金钱嘛，认同吗？为什么想时间就是金钱呢？谁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哦，就好像啊，我、哦、来讲来，哇！就好像买股票这样啊，你这时间没有抓紧你的钱，股票就一跌。哦 ，OK， 还有，为什么时间就是金钱？OK， 我们的时间是不是有 AMPM 的？对吗？有没有 AMPM？AM 代表什么？早上啊，对不对 ？PM 呢？晚上。晚上好。那么 AM 呢，本身有号码的哦。OK， 这什么号码呢？一幺三，这个十六，这 PM 呢，就是十六十三。哦 ABC 那边对呀、啊、ABC 来的啊 OK 然后呢其实这边已经讲明一件事情了的你看啊早上就是中午之前你们是不是都是在准备的东西是当时啊就是准备事物然后要去跟人家收钱的对吗不管你们是什么行业 A 到这个行业都需不需要先准备后收钱一三它的号码也代表什么就想说其实它是一个准备的号码然后十三是一个钱的号码 OK 早上的时间它已经讲明了就是你们要去策划你们要去准备你们要去给任何要给什么 benefit 给人家然后把钱收回来对不对然后下午呢 PM 的时候呢一过下午每个人出去要拿钱收要通过什么样的东西要通过怎样的方式才能够拿到钱来做销售人啊来你是做销售人对不对这样你要收钱的时候你要怎么做找对人没有就想说你要去卖你的东西的好 OK 或者你要达成一个目标都好你要成交一样事情都好需要怎么做你首先啊如果今天你跟那个人完全不认识没有产生一个基本的关系的话他会给你钱吗对呀、啊，但是他也要认识你的 ，Hello， 你是谁啊？对不对？你需不需要跟他 ，Hello， 你好，我是谁？对不对？这样是不是产生一个关系？基本的关系要不要？如果没有基本的关系，不懂你去收人家会给你钱吗？对吧？所以呢，1613呢，在号码里面，他就是说，通过关系去拿到你们需要的，不管是钱也好啊、什么都好，都要通过个关系。早上是准备 OK 下午呢就是收获去跟任何的一个人产生关系达到你们要的东西 OK 好像今天我们讲不要讲钱了我们讲另外一个基本的好像今天你们的孩子上学了嘛对不对早上是老师看回来的时候是不是你们看那么今天你需不需要跟你的孩子产生一个关系哎，今天读书怎样啊然后有什么功课要做啊对吗如果你直接不管他的话你讲他会跟你这样是不是会有问题好所以呢时间呢是金钱呢基本上它是一个定义的好从就是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金钱金钱呢也不代表是钱而已哦它不只是包含着金钱而已它包含着其他的一些项目好 OK 当然钱不是万能啊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能啊 OK 所以我们了解到就是说今天第一我们要拿住我们的这个金钱我们是需要先让人家了解你最基本人家了解你身上哎，你有什么东西我是可以给你的第二个当你有的一些 product 你是不是要去争取对方来对你的一个信任然后都有了那么你是不是要掌握了时机不可能你把时机 miss 掉了再来吗不可能嘛对不对好像你们买股票的要掌握时机嘛是不是 timing 很准少一秒多应该也不可以重要哦很紧张好像
OK， 来 next。OK， 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我们的零售市场呢，来达到先知先觉。OK， 然后呢，可以创造我们的幸福。所以我们这套数字呢，基本上呢是可以用来做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可以让你们呢，在最短的时间 ，OK， 拿到对方的名片 ，OK， 然后呢就可以达到跟人家沟通的那个状态。因为号码是不骗人的，人呢会有那种掩饰，或者是有一些基本是不想让人家懂的 ，OK， 所以这套东西重要嘛。今天很多人，很多老板都有一些状态，可能请一些风水师、请一些师傅，会看他们员工，哎，这员工可不可以用啊？可以会怎样啊？有吗？可能这员工有没有犯冲啊、犯煞啊之类，会有吗？啊，这样你们如果知道有这样的东西的话，你们也可以拿老板的号码来相一下，我这老板可以用不？对吧？他都会吗？你们也可以啊，对不对？难道只是让人家看你们？你也是可以看，知道哈、啊、哦，原来这个老板，哦，原来是只是讲来了，这样我们是要注意一下，对不对？最起码你知道了沟通方式，你产生了关系的时候会不会好一点？他的过程，对吗 ？OK， 好、哦，其实呢，成败哦是可以在一瞬间里面完成的，对吗？只要你掌握得到，你就可以拿得到了。认同吗？这句话，认同啊、哦。这样，现在哦，你们谁手上有卡片的，来给我玩一下，对吧？我玩一下游戏一下。啊？没有。名片，有吗？啊。名片吗？没有。现在拿名片的不用给钱了、哦。啊。你看这位仁兄的号码哦，他是会给人家欺负的。给隔壁的上，给隔壁欺负。没有啊，因为他心太软了。但是他这个号码里面哦，是专门哦，啊为人家着想的，因为这是投资号码来的。什么号码？专做策略的，他很多十二的。他里面磁场全部都是属于十二多的。OK， 所以有这样的号码的人哦，我们一看到的时候，第一个我要跟他交易的时候，我先不会马上卖他东西的，我要先跟他做朋友先的，先得到他信任先。先得到利益。这个你不可以先跟他讲利益的，这种是讲重情重义的，啊。电话几号？啊？电话几号啊？啊，谁要做就要赚钱可以找他的，因为他是专门人家赚钱的，带钱给人家的就是。啊，没有啦，是做吞点销的。哦。电话号码是。OK。哇。OK。哇塞。江灯。因为它全部的号码呢，都是投资号码。如果这个号码啦适合他的磁场啦，他今天呢是一个百万富豪来的。问题是这个号码虽然有这样的东西，但是印不到他的身上的磁场，他只印到了可能只有一个5%这样而已。但是最基本我们看到这个号码的时候啊，就有一个概念了。 OK， 我们先跟他做朋友啊，做了朋友跟他哭两哭，他就会帮你了。这样我哭两哭可以帮我一下吗？但是他号码呢，就拥有很多健康的号码的问题。OK， 尤其是心脏一定要注意。OK， 为什么会这样心脏有问题呢？这个心脏是没有预防的哦。你知道这个号码哦，是跟最近那个中东那个迪拜啊王子去世有关的哦。因为他的号码里面哦，都是有一个三条翼在里头的，所以哦，有了三条翼的号码的人哦，注意一下哦，这样的号码会很容易产生哦，突然间心脏停顿的那个问题，因为这个号码是一个很累的号码来的，每天都要动脑动身，总是要动到完的。
明白吗？因为这个号码叫劳碌号码来的，尤其是你拿到三条币，如果你累过头的时候呢，你没有休息的话呢 ，OK， 这个还会产生我们的神经线呢、啊、，OK， 突然间萎缩了，好吗？最重点就是心脏部位跟那个肺的那个部位，还有它会产生那腰子肾的问题出现，啊，因为你太多了，这个号码，因为整组号码呢它就 over 了，懂吧？好，好像今天如果说我是做一些快速致富的 ，OK， 我可以去招他的，因为这边就是全部是讲到怎样去赚快钱的号码，而且是赚长久的，就是说给一次钱我就一直收钱了，这样一个状态。OK， 啊，心不要太软了啊、哦。先来先啊、哦，等下你该哭下去啊，不要讲直接给我了。好、哦、好心不要乱做了啊、哦、OK， 还有谁的卡片要玩的来，哇，这个号码很多口才的，这个口才一流的，谁来的讲，一定靠讲的，这个是啊，靠口才沟通的，而且全部是健康号码来的，说你今天是做这个生物科技嘛，是跟健康有关系嘛，对不对？是吧？是跟健康有关系嘛？保健产品嘛，对不对？所以你的号码该列入健康里面也是有的 ，OK， 反正本身呢也是带有财富号码的 ，OK， 就是靠沟通去拿钱的，啊，但是呢，如果让人不听你讲话的话，你会被呛哦，啊。好像遇到这样的号码的人呢、啊，通常呢选择先听他讲完先，不要他讲了一半给他插水的话，等下他就会头风就会来了，懂吗？因为他的表达能力就想说，你听我讲，我给你好的东西，你听我讲，因为他的有这样的号码在里头 ，OK， 有时候他讲话的时候，人家会听错的，什么叫听错呢？他讲 A， 人家听去 B 的。啊，因为他讲话第一他不懂得转弯 ，OK， 他直在直肠子，直直去，很容易撞墙的。啊，那么有这样的号码呢，要怎么办？你要学会讲话喽，学会沟通喽，要懂得转弯一下，不要每天这样子去弄变，懂吗？因为他的财富号码是守不住的，有财不够，他那个钱呢很快就流走了。啊，贵人啊！哦，你都是靠自己的，啊，是啊，他真的很吃力啊。虽然有钱啊，但是他拿钱的那方式很吃力啊，明白？这个叫做有苦难言啊。那不是不能成功？哎，没有啊，谁讲不能成功？啊，你只要用对方法，成功就一定找到你了吗？啊，这个东西是有方法的，因为我们看卡片的时候，我们拿到一个名片的时候 ，OK， 拿到名片的时候是吗？我们第一个时间，我们就先了解你是，这是我们做秀车啊最基本的。如果今天大家是做秀车的话，去跟他拿了，去跟他拿了卡片之后，你还跟他讲了一大堆 ，hello hello hello， 哎，跟你讲一大堆，到最后没有达成那交易有用吗？因为你没有第一时间跟他交朋友啊，你都不了解他，大家上面怀疑来怀疑去，猜来猜去，有用吗？对不对？但是拿到卡片，马上看到哦，原来这个人是这样的 ，OK， 我就顺着他的路走，这样会好一点嘛。好，还有谁的卡片？没有卡片，没有卡片。没有卡片可以解，没有。可以，没问题。有号码就可以解了。电话号码。有电话号码就可以解了。电话号码。啊。OK。电话号码是我们每天在用的。好。是跑不掉的。好。OK。啊，这个帅哥的号码哦，我已经解了多次了，哎，你现在懒牛。啊，好像这位帅哥的号码呢，他也是跟刚刚后面黄姨的有点一样的。
OK， 两个都是属于策略型的。OK， 但是他号码多了一个叫做鬼才，所以说基本上他的行业呢是会偏向我要申请明白那一 part 的。OK， 有鬼才的号码代表着什么呢？有鬼才代表着说这个人呢是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或者任何时刻解决一些重要的问题的。啊，有鬼才号码不是不好 ，OK， 是要懂得善用，因为很多人有的号码是不懂得善用。OK， 来，还有谁的号码？来，那位美女。哦，怎么来哟？哇！电话在哪里啊？换我喂。哎呦，哦，这个号码，这个号码是要多靠交际的来完成任务的，这种基本是一个交际号码多，所以说有这样的号码在身上的时候啦，有时基本上做决定啦会比较出问题的。OK， 但是这个是靠 PR， 你是做什么方面的？shipping， 做什么里面呢？啊？啊？是做什么里面？赚的，我知道他的工作不是赚的。有点直啊，你就是，属于那种有自己的主见的 ，OK， 会产生一些问题出来，因为后面很多号码都是属于沟通型的 ，OK， 所以健康那边也是要注意一下。OK， 这个号码来讲的话呢，财富是在前面 ，OK， 但是后面呢，没有看到守财的东西。基本上这个号码是有财富，但是呢，没有守财的那个成分。即使今天你跟我说我很会收钱，但是呢，最有时候会突然间一件事情让你的钱花去一半的 ，OK， 会突然间的那种突发事件。OK， 因为这个号码呢，第一个，这个是给到家庭或者是应酬会用掉 ，OK， 然后这边呢是会一些血光或者一些意外、一些健康的问题会把它花掉，啊，再不然这个号码也还有一个趋向就是可以去吃好料的 ，OK， 明白吗？因为号码虽然是同样有一个号码嘛，但是它有千变万化的解释，是看你是中哪一个。但是这个号码呢，到它的结尾，它的结尾来讲的话，就是跟口有关系，所以有时候可以讲说人是有点铁齿的，啊 ，OK， 好来，啊，有三个人啊，你的是哪一个？啊？上面的。上面啊 ，OK。OK， 这个号码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OK， 这种人是属于那种叫做有苦难言的人来的，就是有苦讲不出的一个，有苦呢只为自己收起来的 ，OK， 但是这个号码好在什么？好在交际，就是好在很多人缘 ，OK， 所以这种号码就是有一个美丽的号码，就是跟这个2016年有点对应，因为2016年这个16呢就是。一个俊男美女的号码，明白吗 ？OK， 但是这个号码呢，就有一点问题是什么？我没有看到他的财富。哦。OK， 所以一个号码如果没有财富的话，不是代表你没有钱，只是你来钱的方式
OK， 会比较减轻或者是比较多曲折。如果一个电话号码有财富的时候，又不一样了，就是基本上已经有了，是看你用什么方式把那个财富拿进来。OK。OK， 所以呢，今天我再讲回一下这个2016年哈，真的要注意的一件事情。OK， 凡是身上有62、26、19、91、78、87、34、43的号码的人，在2016年里面，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你是什么职位，有一件事情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自以为是，因为明年会有一个负面问题出来，就是对这些号码，这些号码是一个领导号码 ，OK， 是一个很强很稳的号码，但是呢，这个号码会导致关系都有破裂的现象，因为这种号码是属于很强的，啊，如果今天有的人不符合他们的条件，或者是跟他们看不买的话，就会出现问题哦。OK， 因为明年会产生公司、家人、家庭都会出现分裂的状态，尤其是有这些号码，要注意。OK， 这种号码的人呢，第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去先探讨，要先去了解多一点，不要先给自己的意见的，这种号码是有点好心做坏事的状态的，它的好的一面是非常好，但是它负面还是有，因为明年是2016年，所以2016年呢就会产生啊很多的人事关系，可能这个人在耳朵讲一下，哎，这个人不好，可能这个人在他耳朵讲，哎，这个人有问题，然后这个有这样的号码的人呢，他就会动摇了的，他就会担心，或者是会有产生怀疑的状态，因为今天来的人都是有这些号码的，你们的身上的号码可以讲说80%都是有这样的成分，因为今天是12月19号 ，OK， 今天是12月19号，所以19呢的磁场都会带这些人进来 ，OK。好，然后这个号码是其中一个part来了啊，它还没有完全完整的，它是这其中几个罢了。